Hello， 大家好，今集我会带大家嚟一个位于伦敦西北边嘅购物热点 Brent Cross Shopping Centre， 然后去睇下佢隔篱一个购物区。请你哋揿订阅、subscribe、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呢个 video 啊！喺 Brent Cross 对隔篱呢度咧，就有呢个 Fun Fair， 长期都摆咗个 Fun Fair 嘅 The Beach， 里边系有沙噶，好似沙滩咁样，同埋好多机动游戏嘅。Brent Cross Shopping Centre 是有两层的，不如我们上去看看楼上的餐厅先。这间日本乌冬连锁店都在这里，它的乌冬是每日新鲜打制，而且採用自家的麵粉。在餐廳的入口處就見到很多一袋袋他們的麵粉。他的烏冬有很多不同的配搭，如果不喜歡吃烏冬也可以叫飯，價錢都 OK 哦。如果不是我已經吃了東西，我就會進去叫一碗新鮮打製的烏冬湯麵試一下了。下面几得意，有一个屋仔啊，临时搭建嘅，俾你每一格嗰度影相，自己影 selfie 喎。可以喺把遮下面啦，或者扮喺化妆店里面推住架 trolley 啦。Brent Cross Shopping Centre 咧喺北伦敦系一个好受欢迎嘅购物中心，平时尤其是周末咧去到都系人来人往嘅。它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包围着整个购物中心，而且免费泊车，也有很多巴士直达这里。里面商店林立，而且有两间百货公司 John Lewis 和 Fennec。 在楼下 Yo Sushi 隔离呢，就有这间很大的书局 Waterstones。在 Waterstone 有一个 section 是卖 Harry Potter 嘢嘅，有 Harry Potter Uno 啦。除了课外书之外，呢度仲有好多俾小朋友提升英语同数学能力嘅习作。行完 Brent Cross 之后，我就去了它附近揸车不用五分钟就到的 Staples Corner Retail Park。 这个 Retail Park 都有很多商店，而且免费泊车。对面就是大型中超荣业行，除了超市之外，还有一间可以饮茶食点心的荣泰大酒楼和鹿鸣川茶餐厅。 Decathlon 是一间来自法国专卖运动用品的大型连锁店，它提供的运动用品种类齐全，大件的譬如这些露营的用品、单车、健身器材，以至小型的运动衫裤鞋袜泳衣都有很多选择。球类运动的用品，譬如羽毛球拍、乒乓波拍，都应有尽有，而且价钱合理。
所以如果我要买运动用品，都会首选呢度。喺榮業巷對面咧，仲有依一辣嘅 retail park， 有好多個 shop 嘅，賣 carpet 就有啦，嗰度 SCS， 跟住咧遠啲呢度咧就有呢個係 Currys 啦。我之前有一條影片介紹英國大型家品店 Dunham 咧，呢度都係一間分店。而家就入去呢間大型玩具店 Smiths。呢間 Smith 玩具店好大間喎，呢一間分店係有兩層嘅喎。呢度仲摆着一部俾顾客任玩嘅 Street Fighter 游戏机。仲有食鬼添。多谢你哋收睇，请你哋订阅 subscribe， 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啊。